女队有一个代表啊，掀起现场的高潮。嗯，咱们男嘉宾不能示弱呀。周伟老师来，这样我就点您了。好啊，著名的相声演员，相声演员跟我们二人转演员啊都一样，重要的特点说口特别棒。对，不妨您就今天在现场啊，给我们即兴的来一小段，好不好？这样吧，我就即兴说一个小故事吧。啊，说一个故事。我说这个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每一句台词里边有一个演员的名字，大伙儿注意听，如果听出来是谁，您认识，您就欢迎热烈鼓掌，好不好？说什么事儿呢？就说大鹏吧，说不好，就说他的事儿啊。说大，你别紧张，别紧张。你看一说你的事儿吧，你看这脸色儿都已经黄红了，你看。你看，你看，那会儿又变成董卿了，你看。站好了，站好了，这腿在这一直里筋抖，你看。你说我紧张的呢啊？你瞧紧张成什么样？你摸摸手这温度。都李冰冰了，都是。大朋友，好朋友，对，不光主持节目主持的好，而且演戏演的也非常棒，是，而且做点小生意，一夜之间人就发了，发了，周润发呀，好多钱啊，那兜里边全都是成钱啊，这能花出去吗？这个啊，有时候还赚点外汇，外汇，什么汇？老币，老币。谁要啊，老弟？哎，一发人就买房子了啊！不在沈阳市里，对，在郊区大别墅嘛。那个地方好，那地方叫棺木村。哎，那小院也盖得漂亮啊！旁边有一条这么宽的吕小河。吕小河没那么宽，吕小河这么宽啊！这么厚的啊，唐国强啊，给围起来了，嗯。楼上还挂了个宝贝，200多斤青铜的，唐杰忠，嚯！一进院儿有这么大一口，王刚，缸里边养着两只王小鸭，倒是一对儿啊。院里还种着一棵白岩松，松上落着两只鹰，鹰什么鹰？一只叫那英啊，一只叫宋祖英。这俩鹰天天唱歌玩，这俩鹰有一特点，有一特点，只要天上咔一打着孙红雷啊，就打着蔡明，而且叫唤那声特别大，特别大，我打我打我打，我那梆梆梆一敲门，他不在家，是他媳妇儿出来开门，媳妇儿啊，我一看，我的媳妇儿长得漂亮，那当然了，长着一张大长脸，那还漂亮，那腮帮子还有一撮。毛毛，不是能看了吗？那那俩眼睛，沙宝亮啊，那皮肤啊，王小华呀，小华，脑袋上那个别着个隐像结，哎呦，底下穿着一条牛裙，哇，那裙子上还绣着一条王金龙。我媳妇什么形象啊？赶快领着我到书房看一看。去看看吧。人家书房装得好。好啊。这边摆着一把蔡琴，这边还有一个董浩，喜欢乐器啊。墙上还挂着一把郁金剑。我一看这边还写了一首唐诗。写的什么？这个诗词写特别好，我给大伙朗诵一下。啊，朝辞白帝时为间。千里江陵杨玉环，两岸猿声牧铁柱，轻舟已过赵本山。您这是到我家去一趟啊？我这是到明星转起来现场。这简直春晚后台呀、啊、大伙儿都在啊。我们谢谢周伟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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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，太厉害了，太棒了。这会儿周伟老师说渴了，喝杯露露是吧？不能说，这是个秘密。我没想到啊，这么多的人。